比赛就是总场次第31场次，春别 A 组。现在进行的也是春别组啊，继续进行的是中正村跟建林村。现在在我们蓝色水道的是中正村队，在红色水道的是建林村。好，我们中正村队呢是由我们村长王文奎村长来亲自率领我们中正村队。我们黄村长可是势在必得哦。是的，我们建林村呢是由我们新任的村长张淑美村长所来率领的我们建林村队。是的，我们张村长他也不让须眉，他说也一定要在今年的比赛有杰出成绩的表现。中正村对建林村，各位观众，现在看到了在红色水道的是建林村，在蓝色水道的是中正村队。我们中正村王文奎村长也是算我们一位资深的村长，当然每年都有率队来参加，当然我们中正村队今年当然也一定要有取得好成绩。好，我们蓝色水道的是中正村队，红色水道是建林村队。好，中正村加油，建林村加油。好，我们蓝色水道中正村队，中正村加油，有一点落后了。在我们红色水道建林村，哎，建林村领先哦，建林村领先哦。好，我们建林村还非常有体力哦。好，我们国标手请准备，红色水道国标，蓝色水道。好，我们建林村对上中正村，由我们红色水道建林村暂时来领先。水道是我们的建林村，建林村现在要经过我们司令台前。好，我们建林村请准备来打理。好，现在为各位回礼的是我们龙南乡公所清洁队谢队长来进行回礼。现在是我们蓝色水道，蓝色水道的中正村，中正村由我们黄文奎村长来率领，来经过司令台。好，进行回礼的是我们龙潭乡公所清洁队队长谢。